黄金已经泛滥了，谁告诉你的呀？我去，黄金，我去去去去去去，你之前卖一把剑都好几组钻石矿石是吗？我怎么不记得呢？不是啊，拒绝方块得放在下边，你放上面干什么玩意儿？好，给我看一下啊，这样，然后，哎呀，五个钻金块也没什么鸟用哎。你干啥呢？搁这儿？打点生物倒是挺好的啊，金块金块，金块金块，没给。苹果，哎，我做个苹果剑呗。哎，给我，拿不起来了。做一个苹果剑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我没我啥事，我走了啊！我掉了好多苹果哎。用苹果剑揍生物的话，得到苹果呗，是这意思不？苹果做那个什么呀？金苹果啊！哎，我正好拿这个黄金打那个金苹果，行不行？回去看看啊。好，方块。这个剑谱教的有的都不对啊，这样啊，然后怎么都卡顿呢？谁又干啥呢？偷蔫的，能不能好好玩？钻石剑我现在暂时也用不上，我先放这儿吧。然后我做一个苹果剑，苹果剑，苹果剑，红色的是吧？红色的这个 ，OK， 一定几率掉苹果，说这个我再修一下。OK， 那我就那什么呗，苹果，这样呗，把它都给拆了。我不少啊，做金苹果，这个不是附魔金苹果，这玩意儿吃了有用吗，小伙伴们？哦，带那个什么的啊，两点那个血量，然后有护甲，